现在谁是老王？我要说你不是，能答应吗？耍我？放心吧，我说话算话。起，来吧，比赛结束了。我宣布，咱们集团新的领导，新一代的狼王，是老七的儿子楚一涵。请。坐，没事，我听您招呼。现在把你们手里的秘文拿出来共享，马上。秘文不是已经在你脑子里了吗？所以你们的东西已经不再是秘密，这东西让你们互相猜忌、厮杀。现在有了我，它已经不重要了。你是想？当场破译，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